你怎么会有 ACE？ 是高小兵给我的，当做色诱她老公的筹码。你真的要去自首吗？我们真的还是姐妹吗？什么？薛小姐出事！把这个是来收证的，还是来灭证的？我要灭什么证？现在就是要查你。你真的是第一次杀人吗？但我是第一次杀人。杀人有没有被发现，跟是不是第一次杀人不一样。你根本就知道凶手是谁。是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台湾 X 档案。